我哋今日讲呢个科回忆录咧，系讲死尸啊。咁啊，点解对呢个木乃伊咁有兴趣咧？嗱咁讲啦，对于一啲考古嘅研究啦，同埋会唔会有一啲好科学嘅方法颠覆咗我哋过往对于人类起源、人类成个故事嘅认识咧？咁我谂即系永远系有趣嘅呢个题目吓。咁啊，呢个就系冰人啊，咁系个名咧就系奥兹。咁我先解釋就係點啊？就係其實咧，就喺呢個艾卑斯山嘅應該係一個雪地入邊咧，就掘到條，我唔記得係溶雪定咩咧，就喺介乎奧地利同埋意大利之間嘅嚇。咁咧就發現咗大概5000年前度咧，有個人嚇，應該係單獨噶啦，有著衫嘅，就死咗。咁跟住咧就埋咗地方度。咁咪好完美地咧，呢個屍體咧係保存到嘅。所以咧就好多嘢我哋發現到啦，所以成個維基百科咧就解即係講到即係個當年發現嘅情況啦。就1991年9月19日，就兩個德國遊客咧就喺海拔3210公尺，即係萬幾尺上面咧，就見到呢一個咁嘅即係物體啊。咁啊後邊嗰啲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咧後上面有衣服。有埋其他嘢嘅，咁啊，於是乎做咗好詳細、好詳細嘅發現啦。咁個即係發現本身咧，就我相信相當之有趣，因為點解咧？呢個咩飲嚟嘅咧？佢做緊咩啊？當其時嚇，咁啊，最近有啲咩新嘅發現係令到我哋足以係成為今日嗰個科學會錄嘅題目咧？嗱，咁啊，因為呢件事咧，不停地係已經係反覆研究討論過嘅。咁而家個新發現咧，就由個基因層面嗰度去睇嘅。咁我哋就咁唔做基因分析，其實都睇到好多嘢嘅原因就係咧，佢係一個未算好耐好耐之前嘅屍體，但係都講緊5000年前啊。但係因為佢冰封嘅緣故，所以佢保存得相對比較好。你會睇到佢成個嗰啲皮膚啊、骨啊，甚至乎毛髮啊，都係保存到落嚟。甚至乎睇到佢仲有著衫啦，即係有蔽體有衣服㗎啦。咁佢係應該係登山嘅時候出事啦。咁你亦都知道嘅，5000年嗰、那個即係佢如果係5000年前喺海拔咁高出現，佢就自己行上去啦。咁然後佢中間就係話好天真地諗，佢應該出事嘅時候咧，就可能喺海拔更加高嘅位置啊，可能遇到雪崩啊，點樣係崩埋咗。但係隨住年月，你都知嘅，嗰啲冰川啊係會慢慢向下流嘅啲嘢。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到5000年後嘅今日，我哋喺3000幾米嗰度揾到佢咧，佢應該出事當時係可能係更加高嘅位置添嚇。咁佢係有一般呢啲嗰種農耕文明嘅一啲嘅特徵啦，即係佢，但係當然可能亦都會走上山去採集一啲嘢啦嚇。咁你話如果講翻嗰個即係可能你話講中華文明係咪？你講緊5000年前，可能都仲係比較神話傳說啲嘅時代，咁你都聽過神農氏嘗百草，咁佢哋有啲人去走上去周圍去揾唔同嘅嘢嚟去採集，累積經驗，睇下邊啲嘢食得人好，食得人唔好，去記錄嘅話，咁其實呢啲我諗喺每一個文明度都總有呢啲咁樣嘅人出現嚇。咁即係我諗都慨嘆就係可以5000年前有人願意去咁好，即係願意去有心去走到咁高。嚟去揾食，我諗唔係純粹為咗娛樂噶啦嚇，都係去探險同揾食，係咪？去獲得更加多嘅知識，係咪？豐富佢自己嘅資源，係咪？咁死咗，然之後留到今時今日去睇到咧，咁都係一件即係好大嘅事啊！咁但係有一啲特徵係需要留意嘅，我哋睇到就係咧，佢本身嗰個嘅即係睇翻佢嗰個身體嘅形態咧，似乎唔係好高大喎。1.53米，1.53米，1.53米，1.53米就1.6米，系咁都系偏即系如果以歐洲人標準，我諗你就會覺得係偏矮啦，係咪啊？同埋咧，由佢嗰個嘅骨嗰個嘅分析咧，你知道佢當時嗰個營養未必係非常之好嘅嚇，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可能知道哦，你。食啲營養齊嚇，你成個咩食物金字塔你食得齊，你發育得比較好咁樣嚇，你由個骨嗰度可以其中一度亦都反映到。咁喺呢一個冰人嗰個嘅屍體上邊嘅發現咧，就發覺佢咧
似乎是對於嗰個嘅維他命 D 咧唔係好夠，咁你直接可以聯想到就係直接影響到佢個骨嗰個發展都唔係非常好嘅，咁呢樣嘢就可以就反映到佢本身個膳食咧係比較依賴嗰啲植物農作物嚇，就冇乜肉食嘅嚇，亦都唔會有，亦都唔係食咩海產嘅，又冇咩肉食嘅，就係主要係食翻嗰啲由泥土種出嚟嘅嗰啲糧食。是以即是这一种是作为他的那个生计啦，这样。即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他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农耕文明的一个人来的了。其实呢，即是如果我们由那些人类考究那里，你都知道呢，反而你说呢，在捕猎采集社会，是打猎的社会呢，大家是会吃到多些肉。他能够养活到的人呢是少些，但是呢就会可以吃到多些肉。啲人就話：哦，相對可能個營養仲好啲嚇，但係個命亦都唔係一定見得特別長嘅嚇，因為佢即係喺以往嚟講，你受到少少嘅傷害，遇到少少嘅疾病，就好容易就英年早逝咗噶啦嚇。咁但係咧，去到嗰個農業社會咧，大家係住得比較近，有一啲比較社會結構去走咗出嚟嘅時候咧，嗰種互相照應嘅效應就會高咗，大家咧就會係多咗去種植，少咗去捕獵採集。或者多了去畜牧，但是相对来说他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吃到的肉就会少了，他养活的人是多了的，但是大家一起营养不良的情况就会多了，所以那个由捕猎采集社会到即是步入去农耕社会，你是真的可以由他们那个骨那个的发展来看到有个分别，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一看到这个人的身材，度佢嘅骨質就知道佢大約係由一個乜嘢嘅文明，係以乜嘢係食乜嘢嚟去長大，咁就可以有一個答案。而亦都特別嘅睇到個膚色係比較黑嘅，咁呢度就要問啦，究竟佢係因為嗰個屍體雪得耐變咗色，定係本身係膚色比較黑嘅咧？咁呢度咧就如果你就咁睇嗰個屍體咧，你睇你未必有一個好準確嘅答案。但是呢，由個基因分析嗰度呢，而家終於俾到個答案呢就好特別啦，就話佢其實係有色人種嚟喎。如果你而家今時今日呢去奧地利啊，去意大利啊，甚至瑞士呢啲地方，咁你會預期係白人比較多囉。但而家似乎睇到呢，佢係應該係屬於係比較即係深色顏色嘅有色人種添，而家講緊仲要係。咁所以呢，就呢個就由基因嗰度分析就俾到一個即係新嘅答案出嚟啦。咁如果睇嗰個維基百科嘅講話，就係話咧，佢身體嘅左肩應該係有一個箭頭喺入邊，咁啊懷疑咧，其實佢係被同埋有其他傷痕，咁懷疑佢係被殺嘅啊。咁至頭先你講話嗰個基因嗰個嘅調查咧，咁首先我哋記住啦，佢而家嘅身處係咩？新石器時代。咁啊，當其時其實嗰個人類嘅文明都發展到。都幾先進嘅，因為即係嗰個時候應該埃及有金字塔噶啦，亦都可以種嘢噶啦嚇。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唔係當地人嚟喎，睇落即係當地人嘅意思就話，即係佢唔係意大利人或者唔係呢個瑞士人啦，係佢個人種應該係所謂我哋嘅土耳其，但係唔等於今日嘅土耳其人，因為今日土耳其人咧就應該係嚟自喺古代嘅突厥。即係佢哋遷移咗喺嗰個應該係中國嘅咩啊？喺近呢、這個即係新疆或者陝西嗰頭咧，一路遷移咗過去。係係係，係啦，即係你特厥其實就係 Turks 啊嘛 ，Turks 啊嘛，係咪？即係佢嗰種遷移嘅程度，尤其是講遊牧民族係可以跨州份咁嚟遷移噶嘛。即係甚至乎你話哦，匈奴人啊，會唔會話而家講到喺匈牙利都有揾到匈奴嘅血統等等？甚至乎喺你話都講到喺中國嘅新疆嗰度揾到有一啲嘅部落，就係話有一條村係相信就係羅馬兵嘅後人，咁亦都聽過好多呢啲咁嘅傳說，好似有種神秘嘅色彩，但係其實咧唔係唔可能發生嘅，而且由個 DNA 鑑證到你可以考證到個答案出嚟添。咁呢樣嘢其實就會好驚訝啦。前後只不過是以即係千年計的時間嚇，雖然在人類文明講一千年都算很久，但你見到就係話咧，嗰種叫做換咗一批人嗰種洗血的情況咧，其實都幾即係可以幾激烈嘅。
即係我哋如果又記得嚇，講緊人類起源嘅時候，現代智人我哋話由非洲度源起，跟住一路向外擴散咁嘅樣。然後就係經嗰個時間都係講緊經歷咗以萬年計嘅時間嚇，最後就係將呢一個尼安德塔人淘汰咗咁嘅樣嚇。咁好多時候我哋仲會諗啦，哦，咁嗰個時候俾現代智人佔領咗嘅嗰個歐洲嘅地方嚇，咁尼安德塔人就日漸喺四萬年前都絕曬種。咁我哋就會好容易直接想像啦，啊，嗰跟住就會有啲咧比較白色嘅即係歐洲人種就喺嗰個時候已經出現啦咁。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呢一次咁嘅研究度睇到咧，原來你發覺咧，講緊係五千年前，咁就已經係有色人種係出現咗喺中歐嘅呢啲咁樣嘅地方嚇。咁而且個膚色唔係一定好淺色，唔係話好而家純粹黃黃地算喎，係直頭深到係即係比較深色啲嘅喎。即係由嗰個基因分析嗰度會係睇得到，咁即係呢度就會令到我哋咧諗下會唔會重新要反省，就係話成個嗰、那個即係嗰個人種啊，佢本身嗰個演化同遷移，其實會唔會真係比我哋想象中急劇得更多咧？嗱，究竟而家有樣嘢都未係好解答到嘅，就係、是、你話今時今日我見到好白嘅歐洲人，講緊無論中歐、南歐、北歐嗰啲咁樣嚇，甚至西歐。佢哋係慢慢由原先嘅嗰啲人種去慢慢變白，定係點咧？定係會唔會係只不過有另外突然之間一個白嘅比較白啲嘅人種，係將原本嘅有色人種趕走咧？個故事究竟點講咧？咁似乎就係即係又有一個更加複雜，即、就、係、是、有個證據令到我哋需要做一個更加複雜嘅故仔咯。嗱，呢個問題可以咁睇法嘅。而家好多嘅不同地方人移民咗去歐洲啊。你睇到見到，譬如中東咪有，非洲都有啦嚇，甚至去到呢啲北歐嘅國家嘅。嗱，如果從嗰個即係氣候適應嚟講咧，佢哋嗰幾代個人會變咗白色嘅咧。嗱呢度你話好難數得到喎。點解我咁講咧？嚇，你見唔見有啲譬如已經移民咗？百幾二百年嘅人，嗱，而家你講緊喺亞洲都係嘅，你好容易揾到有啲人，譬如你話落南洋嘅有啲人，佢好多時講緊係明朝時候已經落嚟嘅。台灣嗰度亦都有啲人係講緊過咗去台灣二百幾年嘅。咁但係你會唔會睇到佢有一個真係嗰個可以去到個基因上嘅分別咧？即係呢種咁嘅基因遷移嘅過程可以好長好長時間。而且甚至乎長到個地步，你話以千年嚟計，我都嫌係太短。但係而家睇到嗰種更替咧，係講緊可以係以千年計嘅時間咧，就已經更替咗咁多嚇。咁所以你問我就係話咧，我自己要估咧，我更加相信就係話，可能嗰度本身就有一啲因為變異而比較白嘅人種出咗嚟。咁然之後佢哋大量繁衍，最後係趕走咗原本有色嘅人種。咁我即係我睇個圖像，可能更加似係咁添。哦，但係我自己親眼見過嗰個例子就係中國人移民咗去毛里求斯啊。佢真係變咗成個非洲人咁樣喎。咁你 keep 住咁曬啊嘛？但係佢問題就係你佢生出嚟嗰個人係咪真係都係咁黑先？係啊。即係你曬黑咗呢樣嘢係後天累積噶嘛？可以。但是如果你呢樣嘢可以由你嗰個基因反應，令到你嗰個嘅基因成分，令到嗰個精子出咗嚟之後，生下一代都係一樣咁黑嘅，咁就真係講緊你成個種係變咗啊嘛！呢個就係嚇。喂，但係而家有冇科學嘅證據話，譬如我哋嗰個種族，即係舉個例，我哋以膚色作為一個標準啦。嗯，係一個 adaptation， 一個適應嘅過程啊，定係還是佢原本已經有分別嘅？你如果問我是非洲的地方，我就會好覺得是一個適應的過程的。你如果在非洲度，你真的有個白化病的人咧，你好難即係生存到落去喎。以嗰種咁樣嘅氣候嚟講，嚇、嗯。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你話喺歐洲嚟講咁嘅樣，即係係唔係見得你一定是黑人就生存唔到咧？應該照計又唔係喎。因為你話如果有啲有色人種由呢、這個陽光比較猛的地方去陽光比較猛的地方，咁佢只不過冇咁需要去抵禦即係咁強嘅陽光啫，唔代表中佢種黑色素一定要退化走咗去噶嘛嚇。咁即係呢樣就係、
會唔會有啲純粹係 adaptation 以外嘅其他人為因素嚟去介入咧？咁呢個我自己就唔清楚啦。呢個就係。但你可以想到很極端的，譬如說一個非洲，因為現在的說法就是說所有人都是人種都是在非洲出來的，舉例如果他去了冰島，去了北歐最凍的地方，他隔了幾代才會變成這樣的樣子呢？這裡我給不到一個數字了，但是、啊就是但我意思是說，當然我們這個節目給不到數，但、以你認知在那個基因研究上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即是說我們的膚色、那個形態的改變是不是在那個非洲隻出來之後去到哪個地方有一個相應的適應的過程呢？這個以我所知，我就即我自己就不知道，我就簡單一點來說、但問題裡面你怎樣去找這些數據呢、即很多你說的、以前的人、okay?咁你而家講緊，如果係研究膚色嘅話，咁你如果講再原始啲原始人，甚至乎佢都你唔係討論佢膚色，你討論緊佢個體毛濃密程度添樣嘅喎。咁呢個膚色對於佢個適應嘅作用，可能係反而係其次喎。咁即係我只能夠講就係話，我哋度得到即係唔同膚色基因的人他那個的差異在哪裡，但是這種差異是講緊是怎樣去累積回來呢？那我想我們未有一個很完整的圖像在這裡。好，如果結尾呢，你現在對這個冰人的研究，由他穿什麼衣服、穿什麼鞋、頭髮、多高、還有這裡漏講了他最後那餐吃的什麼東西都有研究。佢最後一餐原來食咗鹿肉啊，少少鹿肉。O、okay, K、okay. 但係就正如頭先你咁講，佢平時食嘅嘢多數都係農作物，係即係換言之，佢可能都唔係一個打獵嘅人嚟嘅嚇。咁如果再研究落去咧，就係、是、我哋主要係咪喺個基因上面要睇睇佢係嚟自邊一個地方？嗱，而家我諗由個基因分析度都大約知道佢係即係起碼知道佢唔係。而家我哋今日意義上喺嗰啲阿爾卑斯山居住緊嘅主流民族啦，嚇咁呢樣嘢就好獨特，係由基因度話到俾我哋聽噶啦，嚇咁你話佢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再其他嘅資訊咧？咁我唔知中間佢有啲咩慢性病啦，佢係啦啊，或者係我哋其實講咗好多就係佢個牙齒嗰、那個牙罅入邊。找不找到一些殘餘的基因片段來去將它那個膳食習慣、它本身 是帶開什麼菌都能夠做個分析，其實這個都是即是經常現在 會做的整套東西之一來的。這裡都要提一提，是負責去主理今次這個基因研究的機構呢，就是那個 Max Planck Institute 在萊比錫的那邊那個的實驗室。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咧，去研究尼安德塔人 DNA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基地機構嚟嘅，咁所以咧由佢哋去研究呢啲基因考古人類呢啲咁嘅歷史嘅嘢咧，佢哋就首屈一指嘅一個地方嚟嘅。哦，咁先前攞諾貝爾獎嗰個好似都係佢哋呢個呢班。係啦，阿 Pablo 啊嘛，係咪？係啊。我哋今日嘅所有科學新知嘅段數咧，我哋都完成咗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梁錦祥工作室，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守護自由言論。而我們在 YouTube 頻道上面的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同埋揿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